准备好？直接开始吗？开始了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动作之快，迅速冲过了恶龙之桥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他们三个没有任何的团队配合呀，一突然就已经冲到了恶龙磨坊。这个怎么搞的？后面的勇士可要稳住了，恶龙守卫可是要开始追击你们了。哇！来看看啊，不过接下来他们到该配合的时候就配合了。哇，首先有人打头阵。你看今天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完全拉开了战术。哇！第三个。哇！恶龙守卫已经准备追击各位了。Warning。开始关门了，冲刺。Warning！这怎么上去啊？哎呀 ！Warning！Warning！ 哇，真棒！冠军！帝王还有最后时刻，钻进去！哇，关键时刻！哇，可惜大门已经关闭，时间已经太晚了。恭喜各位勇士闯关成功！我感觉今天的关卡看似好像非常简单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哦，我们的勇士就已经到了，好快啊，超快的！哎，对你们来说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关卡好像简单了一点。也简单吧，确实不咋难。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有点花哟，其实还挺害怕的，但是发现挺简单的。勇士闯关经验加成，那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各位勇士颁发我们的小奖牌。